各位乡亲、父老、兄弟，大家恭喜！我是南投观音湾廖子佑。在观音会这几年，用心听、认真做，为观音来发声、争取权益，对南投观拢有真深的期待甲愿望。希望新的一年，咱南投观的乡亲生活品质会当愈来愈好，老大人的身体拢康健，少年人事业顺利，囡仔有健全的照顾，大家牵手共同来打造南投美好的未来。只有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！大吉大利，2012点亮台湾。